那你不得打个九折？哎，95折，就这么定了。妈爸都给你们包好了。哎呦，好了。哎呦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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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，咱你们女儿可真是长大了，太贴心了。闺女啊，你这个举动啊，爸的眼泪都快下来了。妈，结个账呗。不是孝敬我们的。那。难道你和我爸不是来支持我的？哎，姑娘，你这话怎么说呀？你这店不是我们出资的吗？这还不够支持吗？哎呀，支持闺女有什么够不够的呀？大单咱都买了，咱还差这点小单呀，是不是？我这叫扶上战马，再送一程。闺女，去把刚才我给你妈挑的衣服，每种颜色再一样给我拿一件，千万不要打折啊！爸，你真好吧？哇，叔叔您真酷啊！妈，什么叫送一程啊？全程的都不叫事儿。哎，宝贝儿，你去，你去买最贵的衣服，我跟你爸再来支持。妈，妈，我看你了，妈。我带你挑去。啊？我陪你一块儿去。阿松，你高兴吗？你实在是太厉害了，我真的特别佩服你。你别见笑了行吗？我心在滴血，你知道吗？那谁让你向二老举起了屠刀啊？我也是被逼无奈，你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，我这店到现在一直没什么生意，每天一开门我就几百上千的美金走，只出不进，我现在公司账户上钱已经不剩多少了。时尚买手店还必须站在潮流浪尖上，我新款到店3个月就成旧款，卖不出去我就得打折销售，我再进新款。啊，要是再一直这样下去的话，过2个季度我就吃不消了。我看你到时候还笑不笑得出来。那咱俩得好好想想，研究研究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儿。我都研究过了，市场定位和消费人群都没有问题，可能是广告营销做的还不到位。咱不都把各种广告都已经铺上去了吗？光是广告还不够，买手店最讲究的是培养客户，新客变熟客，熟客再带新客户，顾客口碑传播比广告还管用。现在最关键的呢，是要想办法怎么吸引新客人。我打算给3个月之内购物的客人办9折会员卡，争取把他们尽快培养成第一批老客户。我觉得你今天的思路特别清晰，直接把熟人变成熟客，这比吸引新客户容易多了呀。可是我也不能一直把东西卖给我爸妈呀，逗谁玩呢你？不光你爸妈，还有别人呀。咱们的狐朋狗友就完全符合咱们店的消费水平，反正他们也一天到晚就买买买，在哪不是买呀？现在不杀熟，还留着过年呀？道理啊，今天我爸妈算是打响了杀手第一枪，从现在起咱俩各自发展各自的业务，分期分批组织他们来店里购物，我再发点会员卡，再印点购物券，让他们帮我散播出去，小便宜也能勾引来新客人，再弄一批购物卡直接推销给高端集团客户。哪有高端集团客户啊？嘿，那你就瞧好了。小陈总，怎么突然关心起伟业的员工福利了？我是伟业股东，关心员工福利不正常吗？不能说不正常吧，有什么话您就直说。我跟绿卡开了一家时尚买手店，开业的时候你去过，还有印象吗？嗯，有模有样，生意好吗？
如果要是能和咱们公司合作，生意将会更上一层楼。怎么合作？我们店有购物卡，咱们有员工福利。您是说让伟业购买你们的购物卡，作为发放员工的福利？聪明。不光员工福利啊，咱们还可以展开全方位的合作。以我们店高大上的档次，购物卡完全可以作为咱们分公司的客户礼品。另外，总公司组织员工到这边出差呀，或者是休假旅行，到我店购物也要成为必选行程。这种全方位的合作，我必须向董事长请示报告。他现在都忙到焦头烂额了，我的事儿他都不管，这点小事儿他也顾不上。我知道你有这个权限，也有这个预算，完全可以拍板决定。这种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好事儿，有什么好拒绝的吗？行，就这么定了。来，合同一块。谢谢支持。你先坐，我给你倒杯咖啡去。干嘛？瞧你这态度，以前轰都轰不走，现在叫都叫不来。我忙着呢，满脑子都是营销计划。有事没事？哎，过来坐。我呀，给你看一样东西。我就不用愁了，至少眼前资金紧张的难关算是扛过去了。你呀，就把心放在肚子里，资金难题交给男人来办。那万一要是生意一直不见好？呸呸呸，我是说万一，那该怎么办呀？这个问题我也想过，如果咱们的店要是还没有起色的话，那我也有对策。朝你爸要钱？哎，不，绝不！这次连我姐我都不找，我一定要证明给他们看，凭我自己一个人能力能够完成一件事情，不需要他们帮忙。这叫生意合作，不是要钱。哎，对对对，那情况一直不改善，你的应对之策是什么？我打算把这房子当个银行。怎么着也能贷出100多万美金吧？哎，我就不信了，把这100多万美元花完之后，咱们这店要是还没有起色，还不盈利的话，那你说咱俩的眼光得多有问题，多瞎呀？那我把我家房子也抵押了。马姐，你抖啥？又没说抵押你家房子。咖啡，你放这儿吧。哎，不是，您去忙吧，没事儿。你的房子不用抵押了，风险的事情啊，就交给我来办。你就好好开你的店。我想着，等这个店走上正轨，我有一想法。什么想法？买一栋大房子，儿女成群，享受天伦之乐。和谁？目前
暂定和你吧。必须只能和我。哎，小青，你最近特别忙是吗？嗯，是有点忙。自从你爸走了之后，我俩好像都没怎么见过面了。每次约你，要不就是不凑巧，要不就是没时间。在学校里头碰到了，也是匆匆忙忙的，没说两句话就走了。我要上课，还要去律所上班，加上最近莫妮卡带孩子有点忙不过来。所以我会经常帮他。啊，这个理由非常合理。那我总不能跟一个 baby 较劲吧？我给你打电话呢，是替程然和绿卡邀请你。明天下午他们要在买手店办一个亲友专场，妙音和宁明都会去。然后完事之后去程然家吃火锅，你有空吗？明天上午。我要上课，上完课之后我得去律所上班，所以下午应该是肯定没有办法去店里面。那你下班之后过来一块吃个晚饭吧，大家一块聚聚。明天莫妮卡晚上有事情要出去，我已经答应了她要帮她带孩子。要不这样吧，你们先吃，等莫妮卡回来之后我再过去找你们。那行，那我们等你。拜拜。那你先。喂。哎，我明天晚上有事儿要出门，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？我生孩子不是为了让你当幌子来拒绝男朋友的，这个锅我们娘俩还真背不起。再说了，我怎么觉得你在躲舒澈呀？啊，你们现在不正应该在热恋期，天天黏在一起的时候吗？哎呀，不管那么多了，但是既然你说要帮我带孩子，那就言行合一呗。哦，你又睡着了。大的阵仗是给我挖了多大的一个坑啊！哥姐进来呀，进来，别在这站着，来来来来，姐，这可是我们最高级贵宾待遇，知道吗？为了迎接你们的到来，我们今天都闭关谢客，不接待任何人。我看你这平时应该也没什么人吧，还不如关起门来宰个熟呢。姐，要不要这么犀利啊？姐，其实我们主要呢是想借你的品味给我们风格定位把把关，顺便帮我们做做推广什么的。哎，对，我姐不光语言犀利，审美还十分一流。哎，哥姐，全场95折，随便看随便挑，要是看累了，这边有饮料茶水无限量供应。嗯，这配置挺全的。哎，男装在哪儿？我们看男装吧。这边，姐，来，我带你们去。来来来，男装在里边。哎，我不用买衣服。来看吧。买。弟弟给挖的坑，闭着眼睛也得跳。哎呦，怎么就你一人啊？肖青呢？啊，哦，他最近忙，又是上课又是上班，这会儿还在律所呢，过不来了。那让他下班直接去我家吃火锅呗。他晚上说还要帮他的室友带孩子，说争取稍晚一点赶过来跟咱们聚聚。那就带着孩子一块过我们家吃呗。
实这个压力传感器的技术原理呢，就是通过佩戴者的体重造成的压力变化来判断佩戴者的行动变化。比如说将这个传感器在佩戴者睡觉的时候踢在脚底下，佩戴者呢一旦起床站立起来，就会触发无线传输警报信号，发送到看护人的手机 APP 上。那看护人此时此刻呢，就会知道被看护人已经起床活动了。那如果家里有老年痴呆症的老人，就可以通过这个传输防御系统来避免老人再走丢，也不用每天日日夜夜的都守在身边了。你这创意很棒啊，那你的产品是不是很快就能出来了？还没那么快，要整体实现这个创意，除了要发明传感器以外，现在还要设计出蓝牙技术传输信号的无线电路，还要再编写一个 APP。 对于我来说，设计电路跟编写 APP 其实都不是特别困难，反而是传感器比较困难，因为考虑到可穿戴，所以材料一定要轻薄。所以这学期我报了材料学和物理学这两门课程，也请了这两个专业的同学过来帮忙，也尝试了很多轻薄的材料，到最后我决定选用电子墨水打印出的薄膜式传感器。那这样的话做出来的话就像纽扣一样大小，随时啊可以嵌入袜子当中穿在脚上。那你这也太牛了吧，你这要是弄到敬老院去肯定特受欢迎。我大概听懂了，就是说给老年痴呆症的老人穿上带传感器的袜子，他一起床看护人手机就报警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对。那我有个小小的疑问，像我这种睡觉坚决不会穿袜子的人，就算老年痴呆我也不会改习惯的，那我袜子脱了不就没用了吗？那我直接用502把那袜子直接粘到你脚上。你说的这个其实我也考虑到了，所以我现在正在尝试调整压力传感器的设计。希望除了感应体重压力的变化，还可以感应落差值、运动状态的变化。这样的话，纽扣不仅可以嵌入袜子当中，也可以随身贴在内衣上，这样会更方便一些。那也就是说，如果它从平躺到坐起来，那这个传感器也会发出信号了。是的。太牛了，太牛了。哎，你这种创意是怎么产生的？亲情可以转化为创造力吗？哎，庆祝宁明研发成功，恭喜。谢谢谢谢。我的朋友，我爱的人，此刻都在这扇窗里，所有人都在等待着我的来临，而我却怀着不为任何人所知的鬼胎站在这里，进退两难，无法面对亲爱的他们。哎，叔叔，肖庆有没有说他什么时候到啊？我一直在给他发信息，他没回。发什么信息啊？直接打电话呗，要不然只剩刷碗了。到哪儿了？出门了吗？我给你发信息你也不回。我还在家呢。
莫妮卡还没回来。哎，小青，你直接把孩子带过来呗，顺便让我们玩玩。就是你带过来嘛。来吧，大家都在等你呢。我今天去不了了，替我向大家说声抱歉。嗯，好。嗯，拜拜。这么说，哎，来不了了，继续吃吧。啊？啊，吃吃吃吃。身上即将要发生的灾难，可你无能为力，你什么都说不了，你什么都做不了，甚至你发现他们灾难的源头是你。行了行了，别哭啊，别哭别我居然也是第一次听你讲起传感器，而且已经到了产品形式和材料阶段，你之前怎么没跟我提过？哎，今天晚上你第一次聚这么全，那我就被嘚瑟的欲望给控制了呗，那全吐露出来了。本来啊，我是想着等第一个样本做出来再告诉你。怪不得选了这么多跨学科课程，就是为了研究这个产品啊。那做出样品来之后呢？之后啊。嗯。那之后就要跪求你这个 MBA 了，在产品推广和运营融资方面给我指条明路啊。哎，廖小姐。嗯。请您评估一下，本人以这个创意产品作为自主创业的第一个项目，能否收获用户群，在市场上存活下去，并为公司未来发展赢得第一桶金呢？我以我的专业性评估得出的结论是 ，no。那您愿意考虑接受担任本公司的运营官吗？虽然现金了一分聘金也没有，但是本人愿以100%的原始股作为回报。好，你的诚意我收到了。成交。好，成交。虽然这个发明的缘起是为了避免爷爷再走丢，但其实我的终极目的还是为了你。所以这是一个源于亲情和爱情的产品了。那当然啊。虽然现在我过上了梦想的人生，拥有了曾经触不可及的女神，还有遥不可望的留学，但是我自己很清楚，我和你之间的差距从来没发生过变化。我现在依然没有能力能让你幸福。你千万不要自卑，你的爱从一开始到现在对我来说都一直有意义。我承认我自卑，尤其是面对先天生而不凡、后天卓而不群的你，还有收车。我拼命追赶100米，他
抬头一看，又被甩下几千米。你记住了，你不要和任何人做对比，因为你具备别人不具备的品质。怎么可能不对比啊？人类就活在互相比较当中，就算做不到不对比，但我至少可以做到把刺激变成动力，长在灵魂深处根深蒂固的自卑，唯一能把它消除的，或者是把坏事变成好事的办法，就是奋斗自强。我给自己4年时间，2年完成网络工程硕士学位，2年创业，变成人生晋级。只有迈上上一级台阶，我才有资格理直气壮的去爱你。不然的话，那我……不然什么？你要抛弃我呀？请你抛弃我。人人都有能力去爱，但是把爱的能力转化为让你爱的人幸福的能力，那你的爱才有意义。这话听你跟我说过很多次了。是啊，这话我也是对自己说的，而且我还会一直说下去。我要用亲情激发创造力，把爱情转化为生产力。笑什么呀？加油！加油！现在在你家门口，就是想看一看你。切洋葱，一会儿莫妮卡回来还要吃夜宵呢。大半夜的吃洋葱？你们家除了洋葱之外没别的吃的。哎呀，莫妮卡 ，baby， 莫妮卡，他们在你生活当中的比重占得太大，这样下去可不行。看来我得出大招了，小青，我想给你生个猴子，属于我们俩的猴子。先把你人占上，莫妮卡和 baby 总不好意思跟亲生的娃抢吧。咱们俩有一光年没见了，一日不见如隔三秋。咱们是有多少球没见了？
听你最近心事重重的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如果有，一定要告诉我，我可以给你分担分担。真的没有？真的。哎，之前你不是说你喜欢我吗？现在有个问题想问。当然了，如果你不想回答的话，就当我没问。喂，你好。何处长，您需要的东西我已经准备好了，除了一个硬盘，还有大量文件和单据的原件，所以我必须亲手交给你。嗯，我大概要一周以后才能去旧金山，你目前不能回国是吗？回不了，下周鲁尼就要接受判决了。这些东西放在我这儿，心里总是不踏实。你有没有一个安全可靠的地方能够暂时存放一下，直到您取走呢？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，你看怎么样？我可以联系他们和你交接。你把硬盘和文件先放在他们那儿，等我到了旧金山，马上和你联系，你看好吗？可万一中国领事馆有人泄密，把风声透了给舒旺了，别忘了，他在官场和政府机关还是很有人脉关系的。你提醒的对。你有没有一个绝对可靠的关系？最好是私人的，不是工作关系。我们一对一是最安全稳妥的。倒是有一个合适的人选。她是我女儿，叫萧青。她目前就在旧金山读法学硕士。太好了，她可以来我家。一个在旧金山读书的中国留学生，总好过中国政府的外交人员吧？这样应该不会有人怀疑。那好，那我们约个时间，让我女儿去你们家，你把硬盘和文件暂时先交给她保管。等我到了旧金山，马上和你联系，你看行吗？好。
喂，爸，你怎么这会儿打电话给我？你是不是要睡了？我正准备睡呢。我有个事儿啊，想委托你。事儿不难，但是事关重大。除了你啊，我也没有可以信任的人了。你说。你听着啊，我给你一个地址。明天下午3点，你去这个人家，拿上他交给你的一个硬盘和一个文件袋，找一个最安全的地方保管好。等一周以后，我会再飞一趟旧金山，你把它交给我，听明白了吗？你让我去谁家？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叫刘彩琪。你是不是已经猜到那个硬盘和文件里有什么了？所以你一定要把它保管好，注意保密，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，尤其是舒澈，你能做到吗？是的人，适合去做这件事吗？任何人、任何渠道都有可能走漏消息，除了你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些东西如果放在刘彩琪那儿，很不安全。必须找一个让人想不到的地方藏起来，才不会被人拿走或者破坏。那好，我马上把地址和电话发给你，你把它背下来，然后马上删除。明天下午，你带上你的护照，他需要确认你的身份。在他家里不要过久的滞留，速去速回，路上注意安全。把东西拿回来以后，第一时间告诉我。好。小青啊，这个事儿是不是有点为难你啊？我明天会准时去。那好，早点睡吧，啊，晚安。明知故问，还有比这件事更难为我的事情吗？但除了我，又有谁能做这件事情呢？这一天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天，所有人的命运都在这天被天翻地覆地彻底改变。